老杨，快下来！你看这是啥？哼！这个是给我买的惊喜啊！可不，这是真皮的毛毯哦，盖起来热乎得很哦。这还是真毛的呀？这毛要退了，你赶紧去烧点水。好吧。大家好，我上面我又来了。今天四百二买了一整张牛票，老杨非要拿来做个摊子。我说做干锅它不香吗？开干！一二三了，加上开水，再关点毛毛，水带味的很好管。说了这说寸草不生啊！这挂完就可以盖了，挂完就可以睡了。哎呀，好累啊！你还笑吗？我来刮，看把你累的哟，我心疼的不行。少来吧你！好走！哎呀，天都黑了。我们吃好多，吃好多，剩下给邻居分一下啊。很多都吹过牛哈，但是没吃过牛皮。阿哥，点火鹅。要点开干。牛皮冷水下锅，葱姜、料酒，烧开小水，切点葱姜上锅火。切点青椒、芹菜根当配菜，干海椒一捧，花椒一把，20分钟以后捞出来，关掉油脂。哦，哇，好多油啊！这鱼拿来熬牛油的吧？吃火锅的就是这个牛油火锅。哎，你关一层啊！改成小块，切成丝丝，牛皮放到高压锅，放点香料，加入清水。高压锅上去要20分钟。阿哥，来，我给你买了好东西。这啥东西嘛？这个是料理机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料理机炒菜、煎炸、煮火锅都可以。这个我怕贵得很喽。不贵，阿哥，我是在德沃 APP 上买的。德沃上这种好看又实用的小家电啊，多得很。现在左下角还有双十一活动，很多人气款的限时半价，买下来特别的划算。那你吃完饭在这儿教我用一下。要得，压成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的劲道。烧油，下到川菜上爆香，放点豆瓣酱。干锅酱、花椒、海椒，炒出干香，放到配菜，下入牛皮，锅边淋入料酒，放入鸡精盐把白糖调味，少许孜然粉，再来点白芝麻，要得了，起锅。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干锅牛皮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亲儿，要得很。二哥走了，不要耍你哦。哎呀，我走来哪里会耍你呢？来，阿哥先上这个，巴适的板。哎呀，你看你上好吗？二哥，红妹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呀、啊？他怀二胎了，在家里面休息嘞。那二哥要恭喜啊你哦。同喜同喜同喜。他给我吃了，不要客气啊。嗯，对对对，阿妹走。对对对，嗯。阿妹，你这种牛皮直接要吃条粉哦，特别口弹哦。哎呀，我就诋毁我，你弄远过来我就请吃条粉。我是郑州的牛皮，你开玩笑。对，这碗牛皮真到位了。嗯，包包什么？巴适的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小付老师的观众们，我是阿妹，我们来再见，拜你个拜。二哥，明儿晚上吃好的。要的。哎，阿哥，整个龙虾尾巴。哇塞，好多肉。阿哥，你来吃海鲜鹅。我昨天晚上没得吃海鲜了，你没机会了。这叫心有灵犀噻。那可要别吓着我。好记得。阿哥，我给你做个干锅的海鲜大咖，随便上喽。准备了菠萝、梭子蟹、鲍鱼、生蚝、虾子、小龙虾，一把花椒、青椒。哎，这钳子好大！那你吃个钳子嘛，还是尾巴都是你的。哎呦，生龙活虎的。去掉鲍肉，去除内脏，再盖上花刀。阿公点火鹅，要得开干。水开下头蒸笼，先放入比较烂熟的海鲜，放入姜片儿，再来一笼。
300粉丝，再来点蒜蓉，下蒸师傅上蒸10分钟。哎，最近汽油又涨价了，加满箱的300多。你不用70卡？哎，70卡，就是我平时加油都是用70卡省钱的，用他加油全国70起，平时跟车子加200块油哈，能省40多。像我身上穿的最近很火的红星二克，50不到就买到了。而且你还是新人，还可以参加零元购，零元就能买吉利剃须刀，还有碧螺春的茶叶。那个好像你不早点去，在哪儿办嘛？这个可在支付宝搜索70卡就能免费领取章，或者点我视频主要方链接就能办理了。哎，我也可以办一张。要得，再切点葱姜蒜。再切点小米呢，干海椒，干花椒。时间到了，哦，这种是盖面的，哦，烧油，油在葱姜蒜爆香，再放个干果酱、豆瓣酱、海鲜酱，三酱合一，必定好吃。干海椒、干花椒，下油没了，再放个鸡精、盐巴、白糖调味，下入海鲜，用锅铲清炒，锅边放个半罐啤酒，再放个葱段儿，要给它起锅。开始摆盘，浇油，就这个海鲜大咖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个小红心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其实昨天晚上我做梦，你们全部都点赞了。来呀，我请了，要得开干，切，来整，来，我先给整个生蚝吃的，才润的啊。还是我鲍鱼弄的好吃。啊，鲍鱼是吧？鲍鱼有嚼头的。兄弟，我不要耍你哦。嗯，要得。你啥子鲍鱼啊，龙女？这个叫有点口难。怎么嗨了？哦。哎呀，我整个龙虾尾巴。哇塞，好多肉。来我。来我。嗯。哦。哎，姐弟，最近女朋友熬烂，来。嗯。哎呀，熬不烂，比我带着我整哦。那你来吹一下嘛。我来吹一下。嗯，好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付老师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大米，我是大哥，我们两人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